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哥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陪我家小老二了，这不趁今天有点时间啊，赶紧带我儿子去玩一会儿。你还知道你有个儿子呀？你不给妈妈拜拜，你不给妈妈拜拜，妈妈带你去玩好吗？妈妈带你去玩好吗？好，你亲亲妈妈。啊，坐呜呜去啊。妈妈。啊，妈妈开车行不行啊？谁抱啊？妈妈。啊，妈妈抱啊。让爸爸开车啊！好几天不见，也感觉和你亲啊！啊，抱抱抱！那必须的，再怎么着也是我生出来的呀。那我们现在就走，陪他好好玩玩。出发！出发！现在到达目的地了，来到了我们当地的博物馆，他一次还没来过呢。你就会找这种经济实惠的地方，一分钱都不用花，是不是？抠门。啊，妈妈那里有电梯哦，咱去坐电梯好吗？走。走。你说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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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你这什么男子汉啊？一坐个电梯你都害怕。这叫稳重的小男生，是不是？走了，宝贝儿，带你感受一下历史的文化。爸爸耶。啊，爸爸来。你知道什么吗？杯。啊，杯呀、啊，这不是水杯。酒杯，还是我儿子了解我，走到哪里都知道给我选酒杯。什么？热？热，我们出汗了，去下一个地方吧。他对这些瓶瓶罐罐不感兴趣，在他眼里什么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去下个地方看一下。来来，你抱一会儿，你儿子太沉了。你不亲他了？亲了。拜拜。哎呦，狼，你认识的是狼啊，就是。狼怎么叫啊，星儿？那是狗。星儿，这个叫什么？狗怎么叫？这个又是什么？虎怎么叫？哎呦，都是汪汪。你别说我们了，再说我们又该害羞了。牙，这是牙，这是谁的牙？这是爸爸的牙。哦，大象哦。对，刚才那个是大象的牙，不是爸爸的牙，知道了吗？行了，你别教育我们了，你们看着我们都紧张了。不再说他了，你看我儿子的头上全部都是汗。哦，爸爸走，不在这里玩哦。你这是选的什么破地方啊？你儿子都不喜欢在这里。不是这里经济实惠吗？哎，一点都不懂我。游乐场，游乐场他爱玩，他不是得花钱吗？哦。